四爷，看我怎么样破你的坛！哼，四爷，死也！沈芳在哪里？我让她做了我的押庙夫人。嘿，走开！走开！走开！ 马叔，怎么样？你不要紧吧？曹大人，你放心，我没事。还好你练过金钟罩，那还用讲吗？曹大人，救驾没了你，还真是不成呢。哎，皇上呢？沈芳。 家务事啊。 我稀罕你，跟我回宫吧，我让你看看我怎么样对待沈家，怎么样对待你。我不要再见到你。不要再打了，再打我不还手。你可以打，你可以把沈家斩尽杀绝。沈芳，你何必这样说呢？你可以把沈家斩尽杀绝。 沈芳，如果你真的这么恨我的话，你要怎么做就怎么做，我绝不还手。
你不后悔？那就来吧。小姐，小姐，跟我回去吧。老马，如果我真的是马贩子，那该多好。痛不痛？只要你在我身边。天涯海角我会记得你的，或者我不会再见到你，是吗，四爷？老马，老马，不要这样子。小姐，我们回去吧。你起来。小姐，小姐，沈芳，皇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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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请回。干什么？皇上今天心情不太好，你小心一点啊。真的？
万岁爷，您累了，喝一杯生茶吧。我欠沈芳的。万岁爷，您能想到这个欠字，春喜都感动得想哭了。春喜是个有心有情的女孩子。其实万岁爷跟沈芳，沈芳跟您，这关奴才什么？人想的不是自个儿的事儿，这才是有心有情的人。不过天若有情，天亦老。万岁爷，万岁爷，天若有情，天亦老，天无情，天不老，天天天天还有什么意思呢？说得好，说得好。月亮有圆有缺，草木有枯有荣，天地是有情的。万岁爷，您回朝这么久了，这么多奏章要批，这么多朝政要理，万岁爷，你想过他吗？沈芳。嗯。没有。有，万岁爷有。有。嗯。有在哪儿？万岁爷的眼底眉头啊。万岁爷，如果我是您的话，当时我就会追上他，留下他。那如果你是他呢？你会留下吗？我你会走吗？我也不知道。所以嘛，我没有留他，没有再追他。其实沈芳那么聪明，他一定会懂得万岁爷您对他这份。做事要有余韵，弹琴要有余韵，人的往来也一样要有余韵。虽然有些抱憾，可是还是有余韵的好。我们在这里谈沈芳、沈峰，焉知他们不会在茅棚外月光下谈我们呢？嗯。哎，这怎么办呢？哦，春喜。答应在。云南老刺猬送给我们的那一包苗族的织品和玉石呢，放在后头呢。给我拿来，跟我送给树飞去。嗯，树主人一定很高兴，都是他家乡的东西呢。送礼要送别人喜欢的。嗯。皇上，奴才帮您去拿。我也去。嗯。万岁爷，您别想那么多了。